特派员一路辛苦了，兄弟代表蒋委员长问候仇先生。不敢不敢，请。红军要过金沙江，向西北逃窜。委员长恳请仇先生出兵阻击。只要把红军拉住3天，中央军就能赶到。 难道您就袖手旁观？那自然不，反共我们是一家，不过兄弟有为难之处，此地派系甚多。 难以统一指挥。程先生，瞧。 委员长已经为您安排好了，兄弟，我实在不敢当，请坐，请坐。特派员一路辛苦了，哪里哪里，请坐，请坐。请特派员转告委员长，一切包在兄弟身上，红军过不了金沙江。 老兄有这样的把握，即使过了江，也过不了藏民区。请问，我可以到江北去搬一位藏族女菩萨。这位女菩萨是桑格土寺的独养女，把她请来，就可以调动5000藏兵。 把女菩萨装起来。 红军，对，你们这些该杀的蛮子，我们就是红军。哎，回去告诉你们土司，快把藏区让给我们，要不先杀他的女儿，再把你们这些蛮子通通杀光，带走。猪马，猪马。 红军。
指导员，好像不是自己人吧？奇怪，哪一部分的？你是哪一部分的？过来谈。红军。把麻袋带走。袋里有东西，打开。藏族，给他解开。我们是红军。藏族的朋友，这里有问题。你们抢的那个藏族姑娘是什么人啊？桑格吐司的女儿。桑格吐司的女儿，她叫什么？朱玛。朱玛，这是个阴谋，敌人要挑起藏民反对我们。朱玛朝哪个方向跑的？黑河城，这是他的刀子。进城以后一定要找到他。是。命令，急行军。报告司令，江边发现红军侦察部队。哦，好快。吐司的女儿呢？嗯。半路被红军抢去了啊！我去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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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不着你再杀我。侯司令，想不到红军突然来到你的地盘了，看来孤城难保啊。仇在城在，是与孤城共存亡。要是孤城被攻破呢？老兄现在是军人了，军人最重要的是冷静。以小弟之见，速速江边布防，给他们一座空城。那房子和粮食呢？烧。不。我三十多年来的心血，三十多年来的心血，一把火，一把火化为灰烬。不过，你可以重建大业。在什么地方？藏民区。不，
我要死守孤城，乔司令。红军要过了金沙江，委员长面前你怕不好交代吧？我。 乔司令，做生意还有个合同呢。 这军令能随便开玩笑吗？好吧，城留下，把粮食烧掉。这样我也倾家荡产了。笑话，你丢了一只碗，换来的可是一只金盘子。这样吧。 你个人的财产损失，由兄弟负责赔偿。一言为定。 全烧光了！政委，粮食全烧光了。同志部队，身上带的粮食没有命令不许吃。是。藏族姑娘找到没有？正分头去找。 这是条毒蛇，抢藏族姑娘是他的阴谋。是，走吧。 报告，全城都找遍了，没发现那个藏族姑娘。会不会又落在敌人手里了？可能。 继续找，是。锦绣，叔叔，你的小孩子呢？还在后边。走，看看去。敌人想利用那个藏族姑娘，挑起藏民反对我们，要揭穿这个阴谋。 只有把人找到，保护好，明白吧？明白。出发。指导员，姐姐，叔叔，你也来了。他调到前卫团部成队来了。那政委可以照顾你了。肖贵，哎，看见政委了没有？刚过去。走。不错，粮食是要补充啊，部队。 也需要休整，可是情况已经变化了，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，现在再有1分钟的拖延，
都可能造成重大的错误。历史也不会饶恕我们的。情况非常严重啊，同志们。因此，指挥部已经决定，明天拂晓，抢渡。可是敌人已经占领了登云山，封锁了渡口，这对我们的威胁很大。因此，你们前卫团的任务是牵制敌人，掩护大部队安全渡江。请师长放心。又发了，我们又是在战场上碰面了。老谭，师长，敌人又冲上来了，我去看看。好，你快去指挥战斗吧。好。这个祸根子绝不能让他落在红军手里，打不得回老家，封锁敌人火力。是。大哥，你放心，他们两个到西天去了，去掉了一条祸根。命令冲锋。是。吓出汗来了，天太热了。
政委，大部队已经过江，师首长命令立即撤退。啊，政委。 送行了，再见了！再见了！我们又输了，他们过了金沙江，也过不了藏民区。看来这把反共大火，得老兄亲自去点了。 自己人嘛，请你们客气点，我们仇司令跟你们土司是老朋友，我正要见你们三个土司，来吧。 三哥，我的老朋友，你就这样的欢迎你的客人吗？两年不见了，不认识了？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是朋友，你怎么忽然一下子来了？我。 我是家破人亡啊！红军烧了我的家，杀了我的人呐！红军，又是红军！红军，我的猪马。 让红军给抢去了。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，猪马让红军活活给杀死了。什么？什么？猪马？猪马？ 猪，猪，三哥。 我们要报仇啊！报仇？可你怎么也没有想到，红军逃过了金沙江，到你这儿来了。
只要我三哥在世一天，谁也不要想进藏区一步。哎，老朋友，你世世代代的家产，我看要保不住了。红军，我跟他拼命。好，那兄弟愿助你一臂之力，请。这是送给你的一点礼物。三哥土司，红军可是久经战场的军队，我带来的人个个受过训练，可以分到你的部落里帮着带兵。哎，不不，你的娃子我不要。先上来。收下。大管家，你不认识我了？两年前我跟仇司令来过这儿。仇司令，请。是他吗？好像是他。烂汉人没有好东西，悄悄地盯住他。只好找野菜去了，是不是到兄弟单位都一样？分头找野菜去啊！还有几针？两针。留着吧。那就换换药吧。金队长呢？给竹马换药去了。还疼吗？换换药就好了。抢你的人是国民党冒充的红军。那你放我走。等过了雪山，到了安全的地方，就会送你回家的。
怎么回事？他大概疯了。他叫麻袋给装怕了。打开。明白了。还记得这个吗？拿去吧。嚯，好厉害！又去找那个抢他的人去了。今天十六了吧？嗯，孩子这么大了，还没起个名字呢。是啊。就叫他小红好不好？大了，也让他当红军。你在想什么？你看，行军、打仗，少吃缺穿的。同志们的体力都支持不住了，现在才进入藏区，以后不晓得有多少困难等着我们呢。困难是困难呢，朱马现在还把我们当成抢他的仇人。等过了雪山，把他送回家，敌人的阴谋揭穿了，那时候他自然就会。文素，伤又重了，怕是要化脓了。这些日子，有的战士在背后说闲话。
他们说，政委为了救一个藏族姑娘受了重伤，太不值得了。要纠正这种说法。敌人布置了圈套，我们能上当吗？还有什么反应？要给大家说清楚，藏族历来受国民党的歧视和压迫，我们不但应该同情他们，并且应该帮助他们解放自己。你不是要给孩子起名字吗？为了纪念长征，就叫念征吧，谭念征，好不好？老班长，那什么呀？喇嘛寺。哎，你可别进去，这是纪律。嗯。啊！不能吃！什么事啊？野菜有毒，一律不许吃。哪一种才能吃啊？等化验以后再通知。是饿晕了，快把他扶起来！集合！那个藏族姑娘不见了，三人一小组分头去找。指导员，啊，我也去吧。好。苏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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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妈。
你是仇人。仇人？啊？怎么？你的人为什么进喇嘛寺抢我们的东西？说得好听，红军是藏族的朋友，抢我的人是国民党冒充的红军，过了雪山还把我送回家，全是欺骗。有这样的事？你还认识他吗？扒了皮我也认识他。那走。叔叔，这是哪儿来的？待会儿给你吃一大碗啊。不，我问你，这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这个我自有办法。哪儿来的？金万德同志，是不是拿兄弟单位的？什么？拿兄弟单位的？我金万德什么时候干这种缺德的事情？那么是哪儿来的嘛？那喇嘛寺弄来的。我啊？呸！你革命这么多年，怎么连点纪律都不懂啊？同志们挨饿，我是炊事班长，我不能不管。那就可以违反纪律。可我给他们钱了，那也不行。红军的纪律是不准进喇嘛寺。那么我问你，人都快饿死了，怎么北上抗日？你是指导员，你的学问大，你跟大家发表发表。你是吗？人都饿死了，就没有人进喇嘛寺了。老班长也不是为了自己吗？纪律也可以灵活点嘛。嗨，等革命胜利了，加倍华他们还不行啊？这话谁说的？谁？这个我看。革命胜利，不执行党的政策，破坏群众纪律，你说革命怎么胜利？藏族同胞还不了解我们，敌人又在造谣挑拨。金万德同志这种行为会引起什么后果？这点同志们想过没有？啊，整个部队都在挨饿，可我们前卫连却干出这种事来。我送回去。是他吗？就算是我拿的，不，那也要送回去。送回去。实在没别的了，到了有人家的地方，一定给你埋葬吧。啊，吃吧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妈妈没有东西给你吃。
他干什么呢？遛马呗。不像是遛马。看，喏，又跟马说话了。怎么了？啊？怎么办？粮食没有，喇嘛死又不让进，你们把他……红军，谢谢你的好意。这是给你治伤的草药。谢谢你，把我的马给他。是。叔叔，你回来了。嗯。你累了吧？嗯。那你歇会儿吧。叔叔，我刚才的态度实在是很好。我自小是你带大的，我你还不了解。我怎么，你是来给我打通思想来了是吧？哪儿的话，你是老革命了，道理比我懂得多。去你的吧，这没什么，干革命嘛，公事公办。叔，你可真会逗啊。叔叔，那你现在怎么想呢？我呀，啊，快过雪山了，去忙你的去吧。那我走了。去吧。Thank you.
来了。守住山口，把水槽拆掉。这一带水有毒，领导上正在想办法。土司是受了敌人的挑拨，挡住了我们的去路，切断了我们的水源。你这次去，要把我们的愿望给他说清楚。是，并且亲自把竹马交给他。是。等等。你准备怎么行动？带个班保护他。好，要随机应变。有人上来，好像有个女的。过了山就到家了。猪吗？谁？啊？哦，红军。不能开枪，也许是猪马回来了。大管家，猪马早就升天了。隐蔽。就要害你！什么？我是公主！哎，公主！可是，地是我家的，奴隶是我家的，连太阳都是我家的。他们敢！哎、我是公主、哎！我挖了你们的眼睛！情况变了。现在需要一个同志把信送上去。支队员，我去。要亲自交给三个土司。是。别人夜八，你再说一遍给他听。队伍里是有一个藏族女的往山上来了。不不不，都是红军。那么说猪马真的不在人间了？真的。你连说三声。我说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是死了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亲眼看见的。在什么地方？在在在
在江南岸。在江南岸什么地方？在江边。竹马到底死了没有？死了。在什么地方？在山坡上。啊！你原来是红军的奸细。大哥，怎么办呢？我的队伍里混进了红军的奸细，我有罪。老朋友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，猪马永远不会回到你身边来了。交给三个土司。红军北上抗日，路过桂区，望误中敌人挑拨，发生误会，朱骂被劫是敌人之阴谋，现被我军搭救，安全无恙。望派人来领，以免路途遇害。红军纪律严明，更尊重藏族习惯，望开槽放水，以救染煤之急。竹马还在。竹马还在。别上当啊，三格土司，朱马是不在人间，那个送信的红军是个骗子，是不是派人去看看？好，去看一看。活佛，活佛，仇万里有半句谎言，宁愿碎尸万段。再见，仇先生。仇先生，土司既然信不着我，我在这儿也不方便。不过你要和红军来往，以后中央军来了，你可不好交代呀。我的老朋友，请坐。你请坐。把送信的红军绑起来。王爷，你请坐。
给市首长送去。哎，你喝一点吧。队长，队长，只要把水槽接上，水就可以流下来。好，你等着。
自己人，不要打自己人呐。唐小苗同志也牺牲，集合吧。政委，一班集合。我传令，干什么？上山报仇。好，出发。不。解散啊！嘿，这样的革命我受不了。指导员，下命令吧，下命令吧！为唐小苗报仇，为老班长报仇。啊！不打了？不，我找政委去。你到哪儿去？娃娃有罪，回去告诉他。不，这要问问政委再说。下。师长，怎么样？看来只有再派人去谈判。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。你打算派谁去？金明。精明，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他，行啊。好吧。你这样冲动，怎么能说服大家？不打更说服不了。别忘了，你是这那。那把我撤了好了。你。政委，师首长怎么说？同意了。同意了。集合！集合！大声声就为同志们报仇啊！你，不打战士们不服，我看是你带头不服。敌人都掐住我们脖子了，不打还等什么？政委，下命令吧！够了，你应该学会用脑袋想问题。要打。那太容易了，只要一个营的兵力来个冲锋，就能占领全部山头。可是这样做正好中了敌人的诡计。现在不是打，是要谈判。报告，藏兵不满山头，打死我们的岗哨。命令，不许还枪。是。飞马，文素，你觉得自己能去吗？这个时候，不能再加重领导的担子了。强心剂还有吗？给我打一针吧。没有了。
既然这么决定，那让我去好了。不，同志们的情绪还需要工作。我错了，请领导相信我。记住，揭露敌人，争取土司。是，要做好一切准备。明白。我去，政委，你还是让我去吧。不。太危险了。哦，阿巴看见了珠子，就知道我还活着。菩萨保佑你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再见了，姐姐。军的代表谈判来了。哦，带进来。进去。可坏了吧？告诉你，藏族不是好欺负的。我好像认识你，那就用不着我自我介绍。三哥土司是我的老朋友。败类！你没有资格和我讲话。来呀，绑起来。嗯，慢，让他多活一会儿。我要知道你们到这里来想干什么。路过此地，北上抗日。可这里并没有日本人呐。我的属地你们休想立足。三个土司，红军是来和你谈判，不是来求你，更不是来侵占你地盘的。我们千万个同志住在荒山野林，少吃缺穿，可藏民的任何东西我们一动不动。你杀了我们的人，我们既往不咎，这难道还不清楚吗？请问国民党的军队也是这样对待你们吗？这是珠玛带给你的珠子。珠玛。
珠子送来了，人为什么不一块来呢？哼，有了珠子，并不能证明朱马还活着。既然朱马还活着，你们为什么不把他送上来？就是怕你暗害。三个徒子，请你派人把朱马接来。好，仇三，你去。不。三个徒子，要派你的亲信人去。好，既然叶巴，你去一趟吧。太阳下山，见不到猪马，那我就要对你失礼了。我去了。哎呀！还没有。从山背后鹰嘴岩上去，太阳落山，土司见不到猪马，你们谈判的人就完了。一排集合，集合，快！保不住马，从山背后鹰嘴岩上去，太阳落山以前必须赶到。是，记住，只准消灭敌人，不准伤害一个藏民。是，不伤害一个藏民。朱马，到你二爸那儿去吧。把你的帽子送给我吧。
萨格图斯，我要求把我绑在松树上。为什么？生要往远看，死要站得高。好，带过去。执行吧。慢，等太阳下山，再让他上天。锦明，还没回来。师长来过，你睡着了，他坐了一会儿，就带人上山去了。朱妈，也许已经到了。也许到了。要动刀，时辰到了。桑格图斯，你要守信用，在我这里看太阳并没落山。你要是把我杀了，等会儿朱马回来你怎么向红军交代？好厉害的赤匪，你们杀死了朱马，又想来欺骗土司。妈，你别面红了，妈，你别面红，妈，你别面红，妈，你别面红，妈，你祈祷，祈祷一切反动统治死亡。让中华各民族自由解放。Thank you.
菩萨保佑你们。谢谢你，再见。红军还回来吗？会回来。